还在等吗？风卷飞沙，繁花落下，背对天涯。你的轮廓，黑暗中淹没，回忆住了这座，握不住你的手。我是觉得哈，他好像对你没那个意思，所以我劝你呢，就是别陷得太深，开心一下就好了，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所以嘛，所以我才要你帮忙啊，撮合一下还不行啊？怎么反悔了？那你自己争点气嘛！你看看你每次见到他神魂颠倒的，真的是连话都不会说。你说他怎么被你吸引啊？哎呀，他这样对我，我都已经够难过了，你就别再说我了嘛。其实，跟你交个底吧，从小到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哎。平常我都没什么机会跟男孩子说上话，所以他一看我。我就紧张的连话也讲不出来了，你帮我想想该怎么办嘛。你这样每天只顾着欺负我，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，你这到底是从哪来的呀？为什么跟男孩子都没说过话呀？不是嘛，这你就别管了吧，你只要认真的想你要怎么帮我就好了。我觉得吧，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，喜欢他就大大方方告诉他，用你的真心感动他。好，大大方方告诉他，大大方方。杀死小南的凶手到底是谁还未可知，那天出现在藏书阁的神秘人又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再去那里探一探。哎，这边，你去那边。是不是这个？这个箱子长得很奇怪。而且你看锁头好像是个龙，也很奇怪。哎，别碰！这里面锁的是解除红龙封印的咒语典籍，上面有娑罗高僧施加的禁制，一旦打开念动咒语，红龙便会应声而至。明日就是祭祀红龙的日子，我们还是不碰为妙。那不是还有镇压洞口的神木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看就不看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再去那儿看看吧。哦。哎，你不是说这里面是什么封印红龙的典籍吗？东西呢？
要是我真的跟他成一对了，你不会怎么样吧？我能怎么样？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。相处了几天，我觉得你这人还蛮不错的。要是你现在告诉我你喜欢他，我就不跟你抢了。我怎么会喜欢他啊？我讨厌他都来不及。去吧。嗯，太好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就试探试探你，你的回答我很满意。什么人呢？怎么了？坐。喜欢他就大大方方告诉他，用你的真心感动他。好，大方说出来。有事吗？你脱衣服做什么？我想跟你做朋友。做朋友就做朋友，你干嘛脱衣服呀？我喜欢你。我想亲你。哎放开我！你竟敢使用法术！你这样躲着我，是因为害羞吗？喂！娜娜，我都要亲到他了，你飞出来干嘛？你亲就亲嘛，干嘛要脱衣服啊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你说的，我要承认喜欢他，你就把他让给我。原来你叫娜娜，好啊你！你现在是要骗我出丑是不是？还想要骗我抽出你身上的藤蔓丝？做梦吧你！快住手！你胡乱使用法术，信不信我让你掉脑袋？怎么样，服不服气啊？他还要不要跟我抢啊？你呢？你还要不要护着他？我跟你说，你越护着他，我越让他难受。我不会把他让给你，妖怪！我不会让你得逞。妖怪，你说谁是妖怪啊？你们两个都是坏蛋。你没事吧？我还行，命还在。他亲到你们？没有。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？因为我跟你拜过天地呀，就算我要杀了你，也绝不能让别的女人碰你，我才没有关系呢。别嘴硬了，你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也喜欢你。在这里哭，眼泪都哭干了，有什么用吗？你是谁啊？在这里多管闲事。我是王宫里的人。我看你从安阴王子的房间里出来，你是他的人吗？不，我才不是他的人呢。从此之后，我跟安阴王子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前都活得太孤单了。我听说，人世间最美好的，就是两情相悦。藤缠树，树缠藤，缠缠绵绵，痴情相连。可是人世间远没有自然界这么简单。那我明白了，你是喜欢安阴王子却爱而不得，对吗？我不许你胡说。我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天亮之前我就要走了。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两手空空的回去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瞧瞧你这头发，真好。
光洁顺滑，好像是绿苍江的水草。我猜你过会儿要回绿苍江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认得你了，你就是那个把我从江里面放出来的人。傻姑娘，你不应该这么贪玩。娜娜，这哪来的萤火虫啊？丹珠，你在哪儿？这都什么呀？来找我。丹珠，来找我。哎，你又想跑到哪里去？这不是萤火虫，是丹珠，是丹珠在说话。别胡说，我可什么声音都没听见。依我看，八成是这妖怪又使用其他的法术来戏弄我们。他要真想要我们的命的话，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？他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。哎，奇怪，这御花园里怎么多了这么多绿植啊？丹珠，丹珠，丹珠，娜娜，娜娜，哎，丹珠，丹珠。一不小心被人害了，我就要死了。糟了，天亮之前我回不去了。
使用了黑法术，这是红龙，红龙的封印被解除了。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丹初死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一件事情。我叫叶远安，你别说你不记得了，我是你主子，现在我没有同意你死，你不能死，听到了没有？好好的，给我起来，起来，穆乐，穆乐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别杀我，穆乐。
再为了你而活。是阿依王子杀死了红龙，保护了我们。孩儿给父王请安。阿英，我的好孩子。你保卫了父王和百姓，是我梭罗的大英雄。父王安然无恙，便是我梭罗大幸。阿英啊，你指挥士兵与红龙搏斗，那么的沉着，是不是早已料到今日的灾难？儿臣不敢欺瞒，红龙封印破除，今日恐发灾难，儿臣确实早已知晓。谁害了你？告诉我。我就要死了，你别怪我之前对你这么凶。我本是一棵修了道法的树，一直生长在水里，守护着关押红龙的洞口。直到有一天，来了一个人，去除了我的封印，将我拿了下来。在天亮之前就能回去的，现在却落得这般境地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帮你找御医。没用的，这匕首是法术变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落叶归根，你是神木，我们帮你带回绿苍江好不好？王子殿下，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？能否亲我一下？这……哎呀，你赶快啊！这样我回头亲你一下行不行？一直守护你了。丹珠，丹珠。原来如此，
那么是谁撬动了神木，偷走了藏书阁黑法术的典籍，解除了红龙封印的咒语？阿英，有线索吗？孩儿还没来得及追查此事。两个王子都应该参加祭祀，为什么只有阿英与红龙搏斗？阿恒呢？阿恒在哪儿？父王，祭祀庆典你为何没有出现？去哪儿了？啊，启禀父王，儿臣该死，昨日吃酒太多，醒得太迟，没能赶上庆典，还请父王降罪。原来是这样。阿恒啊，你和阿英都是我和你母后在佛祖供养三宝，皈依佛法，诚心修度半生才得到的恩赐。我怎么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降罪于你呢？来，平身。谢父王。你个孽障，你是不是触碰了黑法术典籍箱？没有。是你进了藏书阁，是你解除了红龙的封印，是你给我梭罗国降下了天大的灾难。父王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。还敢抵赖？黑法术典籍箱已被我梭罗高僧施加了禁咒，一旦触碰，就会留下被禁咒反噬的黑色痕迹，深入你的皮肉、骨血，永远无法去除。这就是罪证。陛下请息怒，是小人闯的祸，跟阿恒王子无关。妖孽，寡人知道你是谁。宫中传言，阿恒从外面带回了一个朋友，两人整日形影不离，就是你吧？正是小人，小人该死，是小人潜入了藏书阁，想要偷走黑法术典籍。阿恒王子阻止我的时候，被禁咒反噬，才会手指被染黑。小人从小喜爱法术，一直都很好奇，传说中的红楼封印是不是真的存在？于是小人没有忍住，就潜入藏书阁把典籍拿走，没想到闯了大祸。这次的事情跟阿恒王子无关，请饶过阿恒王子吧。阿恒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是。阿恒，你身为王子却不知轻重，与此等丑类恶物朋比为奸，犯下大罪。念你是初犯，今日我暂且饶你不死，但从今日起你必须禁足于自己的皇宫，每日面壁思过。谢父王，谢父王开恩。至于你，你这个妖人，教坏王子，还企图使用黑法术为我梭罗降下大难。来人，在，挖去这妖人的双目，扔到野外。是。等等，父王息怒，父王息怒啊！他只是一时贪玩好奇罢了，并无作恶之心呢。父王，请您念在他是初犯，饶恕他吧。一时贪玩好奇就能犯下杀死神木、释放红龙的错误？阿恒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看来不杀了这个妖人，你肯定不会悔悟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斩了这个妖人。是是。父王不可，万万不可。父王若是一定要杀他，就先夺走儿臣的性命吧。你个逆子，到现在还在维护这个妖人。好，陛下且慢，我愿自刎双目。冤！
忍一下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我该死，都是我自作自受，我不怪你。我宁愿当初没有和你相识，也不愿看你现在受这般痛苦。那怎么行？我都是受了上天的眷顾，才有幸结识你这个朋友，只可惜只能在回忆里见到你的模样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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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人谁啊？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的，怎么死在这里了？哎，还有口气。你是谁？你弄疼我了！你是谁？你这是讲不讲道理啊？你从山上掉下来，是我救了你，松手，松手！你救的我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这是提神草药，你脚上的伤都是我帮你包扎的。我就住在这附近，替师傅来采草药的。哎哎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别再逞强了。我扶你起来。你是药师？我比药师还厉害，我会变魔术。这虫子分明就是藏在你身上的，根本不是你变的，还用障眼法骗我呢。看着，你这是法术啊！国王下令不能私用法术的，你这样会被砍头的。在这山里，你知我知，咱们不说就没人知道。喏，送给你了，全当是你救我的谢礼。不不不，我才不要，我要走了，师傅还在等我呢。对了，你沿着这条河一直往下走，一路途经三棵龙眼树就能看到村庄了。谢了。哎，喂，给你，谢谢。看来啊，我们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朋友，我叫阿恒，叫灵犀就可以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差点耽误熬药的好时辰。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师傅，我打死你！师傅，我错了。师傅，我师傅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赶紧去放草药吧，不然就熬过头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快来救命啊！老师傅，我的兄弟被山林中的毒物咬伤了，请您发发慈悲，救救他吧。这在哪儿咬伤的？后山的竹林。后山竹林全是毒蚁，看他这样子，应该是被毒蚁咬伤的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毒蚁啊！
开颅吧。开颅？开颅？那人不就废了？如果不开颅，就给他买棺材去吧。可是，师傅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用开颅。你懂什么？小师傅，你说说看。办法？把糖浆与白酒混在一起，涂在竹签上，探入耳中，就可以把毒液引出来。胡说八道！师傅，救人要紧。小师傅，那你就赶紧试试吧。是啊，我去试一试。行不行啊，老师傅？师傅，蚂蚁出来了！真出来了！出来了！你们看，出来了！真的出来了！去看看吧。是啊，娜姐，娜姐，你醒了，赶紧谢谢这位小师傅，是他救了你啊！谢谢你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醒了。你睡之前，我就已经给你下好药了。师傅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您这样对我？这不要怪师傅，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呀。那些村民让师傅给娜吉看病，你出什么风德啊？你的那点道行，还不都是我教你的？什么时候轮到你了？师傅，救人要紧啊！如果您不开心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师傅，我还给您采药呢。哎，师傅，师傅的药马上就熬成了，就差一味药引子。那些干尸都是为了捕捉蓝蝙蝠而死掉的人。徒儿，师傅，师傅个忙，把这些蓝蝙蝠给我引出来。师傅，师傅替你大功一件。弄出来！是是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你放心吧，我还好。哎，这个是？这是蓝蝙蝠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力巨大那个上古神物蓝蝙蝠？啊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不过你怎么会跟他绑在一块呢？我被我师父当作是诱饵来捕捉蓝蝙蝠的。殿下，启禀殿下，发现一名可疑分子，这个老东西一直在周围徘徊，被我等擒获。他就是我师父。你这个当师父的竟然让自己的徒弟来当诱饵，你太不像话了。陛下，不提长梦之中几番与你暮成心绪，谁都想一世不离，怎料却都转心。